好的，感谢大家这个花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汤群的这个讲座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汤群呢是一位大美女哈，这个喜欢穿也会穿，然后但是呢她也同时喜欢写作，那么也就是一个外秀内也秀的哈，就是外秀慧中哈，秀外慧中的一位才女哈，但是呢她在写作的同时呢也把这个穿衣服哈跟写作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它是非常独特的哈，用独特的一个视角来切入这个写作这个话题，感谢汤群花时间准备他的讲义哈，他其实准备了两份，第一份他早就发给我了，第二份呢他刚刚给我，然后是一个提纲哈，切领的一个东西，等一下我也会分享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介绍哈，那个是我们上一次在这个。写这个系列报道的时候呢，他发给我的个人资料。现在呢，我给他把它分享给大家。英文名字哈，就是我们那位大家全世界都知道的哈，修女Teresa 的名字。好，然后呢，这个笔名叫君阳哈，我爱君阳哈，也就是说他很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君阳其实他的名字群的两个字拆哈，左右一拆就他的名字。大家可以看到，他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几大直辖市都占全了啊，占全了啊。上海出生，天津成长，北京求学，应该说中国的一线城市他都跑遍了基本上，是一个喜欢写作、喜欢读书、喜欢旅行本科学的是就是这个英文所以呢，他的英文应该是相当不错的。科班出身，但是难得的就是说他在你看他的经验很，这个工作经历应该很丰富。一个是这个公安部，边防局教过书的然后呢在国家旅游局也工作了很多年，然后还参加了中国首次申奥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参加了还东亚运动会这个以及呢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第101次全会，他也参加了，也就是他的经验非常的这个丰富各个方面的这个领域，他其实涉及了不少。另外呢，96年来这个澳洲来澳洲，然后呢，一直到2015年，也就是大家可以大概算了一下，就是大概20年的时间从事自己的这个生意，应该说是一个在。用什么话讲？就应该说也算是一个商海搏击，对吧？这个20年应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涉及的各个领域非常多，应该说人生阅历非常丰富。然后呢，现在呢是我们协会的这个这个副会长也是负责财务的这个工作。另外他有还有其他的这个协会会员的这个身份。也自己在新浪这边也写了很多东西，文学城应该说是一个生活阅历很丰富，然后呢，这个各方面都是有取得了不错成绩的一个作者一个作者。那很开心我们今天能有汤群为我们这个开讲然后把他的这个写作体会，把他的这个对文学对写作的思考跟大家分享。那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我把时间交给汤群再一次感谢大家花时间来听我们今天晚上讲座。好了，汤群我就不多说了，交给你哈。好的，非常感谢倪立秋会长，对我那么高的一个评价今天呢是第一次在 Zoom 上开讲，这算是我的处女秀，所以呢要格外感谢您哈，这是我的荣幸了。接到这个讲座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非常犹豫的，第一次呢讲，就觉得自己的学识储备非常不够。所讲的内容呢，实在是不够担当讲座这个称号。我现在分享的呢，只是一些非常浅、非常显的写作原则。根据这个时装理念来讲，浅呢就是讲人人都能做到，显呢就是说希望一做就灵，效果能不能出来，那当然要看您是不是愿意尝试。
如果您试了以后觉得哎不行，那找我来，咱们下次呢再改一个方，再接着研究，好不好？今天主要讲的呢，大部分的灵感呢是来自法国著名的网络女作家 Marion Lagorre。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向她致敬致谢。作为一个时装博主，可能网上有大把的人，但是受欢迎的程度呢，我觉得是没有这位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特别受到她的启发，她跟咱们啊是一个同龄人，而且呢她也是女人，所以作为中年女人，作为同龄人，她的那个时装理念可能更容易被我接受。这里咱们入会的几位女作家可能会有共鸣，以着装为切入点来谈讲座。男同胞怎么样，我心里可能也没谱。希望接下来的45分钟您不会觉得枯燥无味，觉得时间是被浪费了。第二点呢，刚才说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的性格相对其实很内向的，不擅长表达。如果我太紧张了，说话啰嗦，也请大家多包涵。刚才倪会长说了，我的阅历很丰富，确实是这样子。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我确实是给各级领导啊，给外宾啊做翻译，但那时候自己的记忆力很好，反应也快，更重要的呢是事业上有所追求，所以每次虽然是心里直打鼓，但是还是强迫自己在演戏，就是演一个特别能干的那么一个人。现在到澳洲以后呢，过惯了舒服日子，抗压的能力是越来越差，嘴皮子上的功夫呢也早就 扔掉了。在澳洲的23年里，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做小生意，如果让我瞎扯几句生意经可能还行，但是在咱们小说会，特别是现场这么多的老师、知名作家、专业写手面前讲文学，其实我是非常战战兢兢的。所以再次感谢大家捧场，讲好讲坏您自己凑着听行吗？咱们只算作是一个内部的交流吧，好不好？再次感谢您的到来。好了，谦虚够了，书归正传，拉回到正题。今天呢我要讲什么呢？其实写作的方方面面被我们前几位的老师呢都已经覆盖到了。我们讲座的一开始有501老师讲解的小说开场，名家语言特色，我们有立中老师讲了新媒体方面的尝试，王若冰王老师呢又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仔细分享了如何写小说，小说的架构了，立意了。月琴和国立两位老师呢更从细节入手，分享了个人的写作心得，他们主要是告诉我们如何关心身边事，书写身边关心身边人，书写身边事。吴新明老师呢对华人写作历史进行了完全彻底的一个回顾，非常精彩。之前呢更有单宝明总编和陈阳国生教授把讲座拔高了一个新的高度。小峰老师前一阵又把题材扩展到了诗歌领域。我今天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借着 Marion Lagorre 的时装理念来分享一下写作要领，也算是增加一点广度吧，给咱们这个讲座啊增加一点面儿。大家都知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衣食住行衣为首。林语堂说人类生活是离不开衣服的，衣服可以说是文化生活的基础，因此一个女人懂得穿着合适的衣服，无异于表示她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仗着自己青春貌美，如果还是貌美的话哈，可以肆无忌惮的胡乱穿衣，人到了中年心理上呢就开始变化了，一般的呢就再也没有胆量瞎穿。我们总希望把自己装扮的比实际年龄要稍微轻一些，气质呢也要更高雅一些，所以法式经典成了我们所追求的风格。今年啊，因为疫情封城嘛，被锁在家里，哪儿呢都去不了，
所以我就在网上瞎逛。有一天我忽然就在 YouTube 上发现了一个法国的女主播，她叫 Marianne Lagoff。 这个名字 Lagoff 就是那个鳄鱼的那个字头，其实是她在法国呢是一个时尚专家，她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这个人的气质非常特别，虽然他已经六十了，但是啊，除了成熟、优雅、从容，他又非常有活力，非常有朝气。他的每次视频都是精神抖擞，表现力十足。他本人呢，也是一个知名的作家，他一共写了五本关于法国的时尚书籍，其中呢，如何成为时尚和优雅，来自法国女人的建议和整洁的衣柜，这两本书入选了2019年亚马逊最畅销的热门书籍。我在他的视频中获得了不少穿衣戴帽的心得，我认为这些 tips 呢也可以放在咱们的写作上。下面呢我就一条一条的分享给大家哈，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这屏幕的第一条，叫做 Know your body shape and learn how to dress for it。了解你的体型，学会相应的着装，避免踩雷。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体型是非常不同的，特别是女人，我们有三围，甚至呢有四围，像肩、胸、腰、臀这几个呢都是三围的一个指标。那么根据这个三围呢不同，我们把人体可以分成苹果、梨、倒三角、沙漏，还有呢香蕉。这里边呢就是具体的着装，我只是在这个屏幕上大概其随便写了写，就是很不成熟的几点那个建议。比如说您要是梨形的身材呢，一般都是很明显，这个说女性特征非常明显，腰细，臀部呢非常丰满，这样的女同志呢那个穿的连衣裙系腰带会非常好看的。但是呢如果她就是穿紧身的牛仔裤，就会显得太丰满了，以至于走形就非常不适合。那么倒三角我们也叫葡萄形，其实就是这个梨形的倒板倒过来。那个体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女游泳运动员就是肩膀很宽，腰很细，腿呢也比较纤细有肌肉，这样的人呢就是要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尽量的穿上面紧上面小，底下呢要修长比较显眼的衣服，就是搞一个上下平衡，就是颜色上呢上深下浅。还有一种呢就是苹果型，这个呢对咱们会接触的越来越多，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化呀，就人开始发胖，完了女性的那个腰腹部会积累大量脂肪，那你的体型呢就会变成一个苹果一样的，非常不幸的说。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太沮丧，因为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还记得那个英国的那个女王，这个老太太其实现在就可以作为苹果型的那个代表人物，穿着非常经典。如果不会穿可以看一看她每次出席场合都穿什么样子的。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自己认为是个香蕉型，也就是说大家普通老百姓说的那种棍儿型，就没有三围，上下一边出就比较细，我们也叫那个香蕉型。这样的人呢好的呢就是说他的身材比例比较好，像模特好多都是这种身材，但是不好的呢就是性别特征比较少，没有女性的那个柔美。怎么穿呢，就是尽量的吧，就是穿的娘一些，所谓的娘呢就是女性化特征重一点。最后一种就是沙漏型，如果你碰巧是沙漏型，就是像个 X， 就是两边宽中间窄，恭喜您，您获得了就是最美满的那个身材。但是可以穿的那个衣服尽量的非常暴露，非常显身材那种衣服。但是有一点要避免的，就是尽量的不要穿那种不带修饰的，
像那种套头的大罩衫，这样子的话呢，叠加起来会显得很臃肿，尤其是上身，因为胸部比较大嘛，你要是整个套下来，会显得你其实很胖，比人比正常的显得更胖，更胖一点，所以要避免叠加。行了，我这个就多啰嗦一点，可能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哈。其实我们写作呢也是要遵守这一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了解自己啊，其实是最难的。刚才说了，了解自己体型，按体型来穿衣服。那么放在写作上呢，就是了解自己的长项，按照自己的长项来选择，是写散文，还是写议论文，还是写诗，还是写小小说？因为我们有的人呢，能力不一样。有的人逻辑性很强，善于说理推论，那么呢，他就擅长写议论文。怎样写议论文？怎样写议论文？大家都知道的，三个要素：论点、论据、论证。进行三段式展开。一开始呢，先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当然，中间是大段的分析问题，这里不再说了。还有的人呢，富有情感，感受敏锐，思路非常跳跃，他的文字温暖一般，感情呢也很细腻，那就写散文好了。散文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边叙边意，重在抒情，描写景物、人物，倾注了作者饱满的情感。散文取材很广泛，在结构上呢不要求完整，说形散，神不散。形散呢是指的结构相对自由，神不散呢就是说你只要围绕统一的情感就可以了。当然，散文要有一条贯穿全文的主线，也就是说立意明确。写人写事都是表象了，其实从根本上说呢，是写的您的情感体验。如果您有丰富的情感，那么恭喜您，您就有了写散文的初步条件。这里说一下哈，咱们那个现在有开始那个散文比赛哈，希望大家也多投稿。这里多说一句，说回来，咱们还有的人呢，有什么特点呢？他就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故事啊，有条有理，有内容。这个人富于想象力，那是干什么呢？他就应该写小说。写小说的时候，最好是写自己真知道的事儿，而不是写自己不十分知道的事儿。这有点拗口哈，就是说你那材料要很清楚，你自己很明白你在写什么。虽然说小说是编的，但是呢，你得生活中真正有那么一个影儿。这里呢，说到用嘴讲故事和写小说，这里也要说一下，这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他很怕写，怕写字。我们有的作家呢，笔力特强，能写长篇大论，但是在生活中呢，确实比较木讷，是不是？大家发现这样一现象，我就不指名了哈。我知道的墨尔本有几位作家就是这样子。有的人呢，就是说他这个条理啊，还特别强，在于哪呢？他可以写一二三四，那他这种人呢，就适合于写那个小品文。这里我们刚刚说到作家的特质，以他的个人特点来分，他适合写什么。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你需要展示的内容本身来分析一下，你是采取什么文体。比如说你有一份感觉，那你就可以写写诗，写写散文，有感而发一下。如果呢你喜欢告诉别人点东西，你有一个观点，那你就要写一个小品文或者政论文，讲讲你的道理。我记得南希原来说过一个她那个小提琴的那个故事，是一个个人经历。如果你分享呢，你可以写小说。当然了，咱们微型小说学会啊，主要是以写小故事和短故事为准。回过头来，除了灵感，写小说还需要什么呢？小说家的特质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是小说家要有很强的逻辑能力。他应该将故事的发生、展开、高潮、结局计划完整。我们说，
编的圆，不管有没有提纲，这个小说这个故事得有一个来龙去脉。第二点呢也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个小说家要有创造力，小说不同于真事得编，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说家得活生生的创造出一个或者几个人来。这里我稍微停一下，就想问问大家，自己现在想一想，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他身上到底哪些个性或者是他的性格特点是让你特别着迷的，你能举得出来例子吗？这个回头咱们一会儿要有时间咱们可以重点讨论一下哈。第二点， Keep it simple, less is more。 Mary LaHoche 呢讲了纯色的衣服最为高级，他不太喜欢花花绿绿，他反而说纯色的衣服更高级。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满柜子的衣服放在那里，但是呢每天早晨起来还是没有衣服穿，对着挂着所有的衣服你有一点犯那个选择恐惧症了。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不知道穿什么，那你就穿一身黑最好了，上面黑底下黑绝对不会出错，完再抹上点那个口红，再穿上一个花哨点的鞋，或者是背一个漂亮的小书包那就可以了，或者是再戴一点首饰。这里呢说到这一点纯色为什么高级呢，它就是显现出来简洁的力量了。简洁的力量在于突出重点，我们人都知道自己呢不是完人，我们需要掩饰身材上的缺陷，避免复杂图案和装饰。一个女人的性情、修养、学识也可以从衣服上表现出来。人到中年，如果她懂得怎样使自己的朴素自然美变得生动，那她就比那些故意穿着华丽多彩的衣服来掩盖自己已经老了这一个事实要聪明的多了。放在我们小说写作上呢，遵循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都知道老师一讲就说你要写得清楚明白，简洁之为优点呢不像清晰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拿小说来举例，一篇短小说千把个字，这就是个框框，你不可能有很多的地方浪费笔墨。那么我们是选择复杂惊奇的故事呢，还是简单平凡的故事？我自己比例不够，我觉得要我选就选后者，选择故事简单人物不多的那个写。写好一个人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在微型或者短篇中我们必须注重主次，突出重点，最好呢只写一件事，把这件事整个写完整，只写一个人物，把这个人物写具体了。还是那句话，一篇小说首要是人物立得住，人物的描写其实是最重要的，没了人就没了故事性。创造人物呢是小说家第一要务。我回想了一下，其实小说好多的故事情节可能都有点忘了，因为中学时看了很多那个世界名著嘛，现在过了几十年以后都忘了，但是那个主人公的名字却是牢牢地印在脑海里。比如说那个巴尔扎克里头的巴尔扎克塑造的什么欧耶尼·葛朗台，还有葛朗台老头，还有高老头，这两个老头都是不一样的哈。还有那个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艾玛，还有那个哈代的苔丝了，狄更斯里边的大卫·科波菲尔了，这些个故事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了，但是这个人名，这个人的形象确实都印在脑海里了。小说的成败在于人物，不在于事儿。其实是圣经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太阳底下无显事，其实我们遇到的事情每天都是重复历史上有过的，只不过这些个事儿呢换了一种方式重演，本质不变，但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人物却是永垂不朽的。这里说到写作方法，有的作家有提纲，
一二三四，它慢慢的把那个骨架子架起来以后，往里头填肉，一点一点的。有的作家呢喜欢一挥而就。说到简洁，这里呢我想说两个作家，一个作家呢是海明威，他是被我们称为简洁的典范。老人与海可能大家都读过吧，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样交代这个主人公的，非常简短，非常有力，就是一句一句话，说他身上每一部分都显得年迈，除了那双眼睛，那双眼啊，跟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完了，他这一句话就把这个老人的年纪大，完了以后他的眼睛很明澈，很愉快，很决绝，整个就是说的很透彻，很通透，也很简洁。另外一个我这里要提了，不好意思，是刘震云，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话痨。他的一地鸡毛啊，开头这样写，写的当然是很细腻的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小林家豆腐，一斤豆腐变馊了，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店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买到豆腐，那要么排队的人多，排到豆腐已经卖掉，要么还没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德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官，新官上任三把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最使人丧气的对眼看排到了，上班的时间也到了，离开豆腐队，小林就要对着长长的豆腐骂一声。但是今天小林把豆腐买到了，不过他今天排队排到七点十五。哇塞，这一块豆腐您看他写了多少字啊，这还没写完呢。如果按字复稿，刘震云啊绝对是稿费拿的最多的那一个，人都说他是叫什么作家里头的富豪嘛，作家里头的比尔盖茨巴菲特最有钱的。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线下自己翻一翻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对比一下。当然了，我这里绝对不是批评刘震云哈，因为呢那个多不一定就是啰嗦。因为是什么呢，你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到一地鸡毛啊，这个一地的鸡毛就说明他这个内容需要他这样子的啰嗦，需要他这样子的琐碎，它是一种那个写作手法。当然了，少呢也不代表直白，少其实不一定就好写，少是要在多的基础上的加以提炼，就要求作者呢是厚积薄发。这是咱们说的第二条哈。第三条呢，梅人老高告诉我们要 focus on quality, not quantity, buy fewer items with good quantity, buy less and better.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买十件十块钱的 T 恤衫，不如你买两件五十块钱的 T 恤衫。他说他建议咱们啊，就是说你买自己能支付得起的最好的那一件，买贵买好。当然因为人穿着体验是非常不同的，其实买五十块钱一件的更省钱，那五十块钱的绝对是穿得更久，而且你的穿着体验远比要那十块钱的要强得多。尤其咱们人到中年以后，我估计时间越来越短了，也就一万来天吧。所以我自己对我自己说呢，我就是每天争取不遗憾，要提高一点自己的生活质量吧。所以清除了很多以前年轻时买的那个很时尚的但是质量不怎么好的那些衣服都捐掉了。我从现在开始呢，买呢就是买一件是一件。这一条呢运到咱们写作呢，
也是这样子。我没有听清你说的内容。哦，我这说没听，我就说写作呢，也要是确保质量。咱们年轻的时候，咱们那个刚写作的时候，就是要写完整。但是呢，写到后来呢，就要对自己的要求呢，稍微高一点了，就要写得更好一点。原来自己在文学城上就是开博客，有一阵儿很勤奋，天天都写，写了可能有大半年吧，每天都发博客。但是我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说宣泄完了，写完了，也不改，就直接发出去了。后来前年吧，我自己准备出书的时候，我想，哎，我把这些个博客咱们出一本书，回头再看那些文字，几乎就没法用，因为当时呢太青涩了。也自己不会改，所以现在就几乎没法用。这也是一个教训吧。以前呢要求自己是讲完整故事，现在呢就要要求自己讲好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作为作者呢，我觉得咱们还是把十分的劲儿放在一篇文章上，要比你把一分的劲儿放在十篇文章上要强得多。对于作者对于读者来讲呢，我们也最好要发出精品，不要浪费读者的时间。我记得若斌好像在朋友圈上说过，就是不要太着眼于发表，不要急功近利，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不怕被埋没的，所以一篇稿子修改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写完了放一放，回头你再看呢，就会发现好多问题。很多大作家其实都有反复修改的习惯。如果说写作需要我们熟能生巧，多多益善，那么放出来给大家看呢，就需要我们谨慎小心，宁缺毋滥了。文如其人，作品呢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文学修养，如同我们穿衣服怎么也得有个面儿吧。说到写作方法，我自己以为呢，就是一有灵感马上就赶紧写，尽量写得快，否则灵感呢就跑没了。先大概齐把这故事说个大概。草稿难写是因为要一边写一边编，就好像雾里开车，说不定就开到了死胡同里，所以挺难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跟画那个画一样，不管圆不圆，先把这个线条连起来。写草稿时，自己对自己要有信仰，相信这篇东西。现在看的非常难看，自己都看不明白，但是经过几个月的修改以后呢，就不会再难看了。当你有了初稿以后，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始修稿。细节怎么是魔鬼，修稿的时候呢，大家要反复推敲那些细节，那些个布局，那些个伏笔。作家西蒙·范布伊说过，写小说时他 80% 的力气和时间都是用来改写或者编辑的，好作品其实都是改出来的，至于一写就好的那些神来之笔呢，只占千分之一。那些大家吹牛说啊一挥而就的佳作，其实都是骗人的鬼话，都是幻觉了。说到这呢，我想问问您哈，停顿一下问问您，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的作品中被改动的最多的是哪篇，大家有没有印象？您现在回头看看还需要改吗？好了，咱们现在说第四条。 Do not dress like a Christmas tree. Do not wear more than three colors.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穿的跟一个圣诞树一样，身上不要超过三种颜色，以确保色彩统一协调。这让我想到的还是写作能力的问题。我们呢，确实是不管是能力强弱，都应该量力而行，主攻一个方向，固定一个文题或者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文题，多读，多搜集内容，多记笔记，多练习。虽然在知名作家中有多面手，但是我们往往记住的也是只是他最拿手的那一小部分，
比如说像冰心吧，我是非常喜欢他的。他冰心原名叫谢婉莹，他年轻时写过很多诗歌小说，但是我觉得他最出彩的还是散文，让我们记住他的也就是像那个《寄小读者》等散文吧。还有老舍，老舍先生也是那个写过多种多样的文体，他写过散文，写过诗歌，还写过剧本，特别是解放初好像50年代他写了好多剧本，但是我觉得他最出名的应该还算是他的长篇小说，他是以一个小说家被我们记住的。所以呢就是不管你再怎么能耐吧，还是集中一点比较好。作为这个题材而言，张爱玲、琼瑶他们的作品呢非常多的，但其主题也是很集中。琼瑶除了言情男欢女爱，好像我记得他就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张爱玲是现在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作家，他传播最久远的也不外乎是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张爱玲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写了一辈子，但是最受追捧的我想还是他早年的文章，早年的小说。他写过像那个叫什么《红玫瑰》《白玫瑰》《倾城之恋》《月女》《半生缘》，这些个内容看似非常丰富，其实他的主题也非常的集中。他主要就是写男女两性之间的那种战争，那种勾心斗角。他笔下的人物大多非常物质现实，在那个尔虞我诈当中的互相利用、互相伤害，都是非正常的爱恨情仇。虽然那个谁啊，张爱玲也写过政治小说，写过电影剧本，他也研究《红楼梦》，他还写过英文小说。后来到了那个美国以后，他就是音译《海上花列传》嘛，他是真正的才华横溢了，可以说，他真是说遍了红尘繁华，写尽了人世百态。但是就这一位，我觉得他的小说也是以中短篇为主，中短篇写的是最好的。张爱玲那种细腻，如果放在咱们现在写的微型小说当中，就会变得很啰嗦。当然他的长篇呢虽然有，但是也是不够大气或者是深刻吧，绝对是，我想是绝对比不上雨果啊、那个托尔斯泰等等的。你想名作家都如此，况且我们这些个普通人呢，所以能力有限，回头说过来还是建议大家集中精力在某一类的写作上。咱们学会的文友应该在微型或者短篇小说上下功夫。其实小说长短呢各有难度，长篇肯定是考验作者的笔力、逻辑能力，但是写短篇小说同样也是不容易的。短篇小说或者是咱们现在写的微型小说，不能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人、塑造他的性格，或者仔细描写他的模样啊、穿着啊，还有他的那个心理啊，刻画他心理，或者是交代场景，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装这些东西，他只能用一点点的几个词、一些个动作、几句对白来把这个人呢活生生的摆在读者面前，所以很难的，可能更难吧。因为微型小说中一句话顶一句，根本没有空间犯错，因为1500字你在情节环境上你不可能精雕细琢，只能集中表现那个人物，深化主题。所以有人总结了微型小说有几大特点，就是微、心、密、奇。微指的是篇幅微，心利益心，密呢结构严密，力求将时间、地点、人物尽可能的压缩集中，
在选材和裁剪布局上下功夫，像那个一般小说中的倒叙啊、插叙、补叙，在微型小说中可能也就是成为转换的瞬间镜头或者是串联。当然微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的结尾奇出人意料，这个呢我想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不需要我再举例说明了吧。现在呢我们讲讲第五条， Do not follow trend, make your own style, be yourself。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打造自己的风格，不追逐时髦。有一句话讲，就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里讲的呢是特色。一个人的写作要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语言特色。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繁花》这一部小说，那是几年前特别热门的一个网络小说，它是一张一张写，一边写一边放出来，写得非常精彩。它的作者金成宇原来是杂志《上海文学》的副主编，长期的编辑工作让他浸润在海派的文字里，他使用的场景、描写的人物都是非常具有上海市井文化色彩的石库门背景，他真是满纸的沪语，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他的语言特色只有是懂上海话的人才能欣赏，如果是北方读者我想可能就差一点吧。所以说呢，一部作品其实就是作者构建的一个房子，那么这个语言呢就是读者走入这个建筑的照明灯。你作家既要考虑到自己个人特色的发挥，写得过瘾，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像繁花他发表在弄堂，好像是那个他是那个文学网吧叫弄堂，发表在那里，那里的读者都是本地人，都能读得懂，但是他要是发在北方估计就没人捧场了。所以呢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度，读者能读得明白。但是大家好像近几年吧一般都跟着读者走，这样呢也有点不好。不好在于哪呢？就是说你这个为了读者，作家就牺牲了很多他的那个个人的文风的独特性，或者是文风格呢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潮流卷走了，就是说变得随大流，所以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千篇一律。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从历史上看就会失去这个生命力，就不会流传的很久，就会缺乏那种流传就是永恒的那些个作品。这里插一句哈，说到用字，我们可以这样说，用字与其老套，用现成的语言不如新颖，与其新颖不如生动，与其生动不如正确或者叫做合适。当然使用的语言可以与时俱进，但是最好也要符合我们作家本人的年纪啊、文化修养和审美。作为写作人，我们既要知道时下流行的是什么语言，网络语言都是什么样子的，又要做到不盲从不跟风。我们都知道这两年那个年轻人是在网上成为主体，他们的语言呢就是很有意思，都是一些个缩写。我先这里提一句，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三个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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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三个拼音的字母，懂得都懂，这个意思。还有最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在写那个凡尔赛，凡尔赛大家都知道是在法国是一个文化宫殿，非常高贵典雅，但是现在呢用它做了一个反面，现在那个凡尔赛文学成为了一个网上的一个特用的字，特用的一个现象吧。这个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凡尔赛有没有感觉，能不能自己能编一段凡尔赛出来。
当然了，我们要是生硬的跟年轻人一样也这么说，哎，你很凡尔赛，凡尔赛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也跟年轻人一样动不动就说，哎，你这个傻叉，或者说你这个傻什么什么，好像就是比较生硬，或者是比较轻浮或者做作吧。这是写作风格在新旧时间上的体现。那么在空间上呢，成功的作品都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作为我们墨尔本小说学会的作者，如果身在澳洲，你在场景啊或者语言中夹杂着一两个英文字，我觉得那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你的一个特色。但是反过来，如果莫言这样子，那就显得很怪。文如其人，作家所有的秘密其实都在这个作品里。贾平凹的作品就有大量的陕北方言，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那个怎么说，这也是为什么他很难入选诺贝尔奖，因为这个翻译他看不懂，他没法翻成英文，所以他就在这方面吃亏了一点。王安忆写了很多小说，他的主题其实也是绕不开老上海。芳芳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武汉的汉正街，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一篇《万箭穿心》，那里边的李宝莉可说是武汉的辣妹子，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呢，我们时常会将某一位作家跟某一个地点捆绑在一起，一想到这个地点就想到这个作家，比如北京的地坛就会让人想起史铁生。无论是小说、散文，史铁生屡屡谈及地坛。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双腿瘫痪从插队的延安回到北京，失魂落魄的他有一次摇着轮椅进入地坛，从此就和那个公园结下了不解之缘。15年风雨无阻，从早到晚他都耗在那里。从他的小说也好，是散文也好，还有随笔看，地坛承载了史铁生整个的思想变化的脉络。行了，那个咱们说了是这个第五点是吧，那么咱们开始说这个写作方法其实也是有的哈。成熟的作家都有一套完整的写作模式，有自己擅长的句式，还有擅长的结构。一般说来呢，长的句子表现的缠绵，表现的那个情意绵绵的情调很，怎么说呢，很巧。短的句子呢，表现的迅速而有力的动作。其实小说中那每一句话都有它自己的独立的价值，不能浪费的。长句短句相间，可以让音节呢有所变化，那个语感会更丰富。这里我记得严歌苓原来有一个写作的办法，他怎么培养自己的语感，就是说他每天早晨起来先读一段诗歌，他让这个音乐啊在他那个脑海里不断的呈现，这样子的话呢，他写出来的这个小说也好，文章也好，在语感上就会有所加强。我也想就说截一段，就想问一问大家您自己有没有就是说特别得意的您首创的一个句子写得特别好特别得意，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喜欢用的这个词儿，特别自己独创的这种词藻，有没有，这就是您自己的独特性了。好了，我们现在说第六条哈，说的挺快的。little details, never wear a whole set of jewelry, the use of red lipsticks. 这里呢三条其实是。一个呢 little details, 即从头到脚的细节。第二个呢 never wear a whole set of jewelry, 就是说不要使用整套的首饰。第三个呢讲的是口红的功能。法国女人特别喜欢款式简洁，但是她们在纽扣啊、领口啊、袖子长短的处理上，种种细节
他们都是很重视的。法国女人的性感跟美国、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同，她们端庄优雅，但是呢，很少袒胸露背，穿着一点都不暴露。她宁可前头捂得严严实实的一个高领，后面呢是露背装，她是讲着这种。而且呢，她们私底下也非常讲究，这是我尤其佩服她们的，就是她们在家里也不会穿非常臃肿的那种运动裤，或者是勒里勒特的穿一个萝卜裤上街呢，他们也是不会穿那种瑜伽裤。现在的因为年轻人是主导流行趋势嘛，我在街上经常会看到年轻女孩穿着一个那种特别紧身的那个瑜伽裤。澳洲的女孩子还可以，中国的年轻女生可能也还行，但是对于咱们这个年龄层的女士来讲，我建议是不要穿了，因为你这个岁月的痕迹啊，会通过你那个瑜伽裤暴露的无疑。而且一般亚洲人的那个身材比例、腿型都不是特别好看的，最好呢稍微讲究一些，跟这个法国人学习，就是穿一个正常的西裤就可以了。法国女人自己衣服的内衬，就是那个衬里，还有她们自己内衣的布料做工也是非常精致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套到咱们写作上呢，我就想了，这个就是细节。关于细节呢，以前可能讲座已经都涵盖了，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细节是魔鬼了怎么样的。我在这里呢，就是讲一讲头跟脚，也就是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众所周知，一篇文章的开头很重要，小说有一个好的开篇能一下子抓住读者。不少名著中的第一句话、第一段往往是整部作品神韵所在。引人入胜的开头有各种各样，我们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这样做到呢？第一种就是先把结果放出来，倒叙，让读者的注意力渐渐的被吸引。还有的呢，就是上来就提问，令人陷入沉思，也是抓住他的注意力。还有的呢，就是说正常阐述了，提纲挈领式的提高读者的兴趣。有的呢，有才华的，就是说很华丽很精致的那种句子，啪一下子扔出来，让那个读者欲罢不能。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名著中是怎么呈现这一个特点的，就是怎么开篇的。在安娜·卡列尼那里，托尔斯泰是怎么开场的？那句名言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吧，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一句金句了。还有呢，就是双城记，这是一段排比，非常漂亮，原文是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翻译到中文就是那是美好的年代，那是最糟糕的年代，年代年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年头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是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用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用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就是特别完整，特别排比工整，精彩极了。这开头哈，百年孤独这些个里头是怎么阐述的，它的开头是其实是个倒叙，他这样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写哈，很多年以后，奥雷莲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孔多是一户20人的村庄，然后一大段的主人公内心独白，然后再展开故事。他这是一个典型的倒叙。
更多的其实小说更多的都是平铺直叙，尤其是短篇的，就是开门见山讲故事，时间地点一上来就扔出来了。冯骥才就是这样子。我最近读了他的叫世俗奇人奇事吧，他其中有一篇苏七快，就是写那个苏大夫的医术高超啊，写得非常精彩。他是这样子开头的，也很短，两句：苏大夫本名苏金散，句号，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新医，句号，正骨拿环，句号，天津卫头牌，句号，连洋人赛马蛇波断腿也来求他，句号，用的都是短句，非常抓人的注意力，也很简洁，但是呢，方方面面都涵盖到了。写小说还有一种开场，就是主角主线伏笔一开场就交代给读者的，这个在呼啸山庄那个艾米丽布朗特是这样做，他上来就是说1801年我刚刚拜访过我的房东回来，就是那个将要给我惹麻烦的孤独的邻居。他这里呢就把那个伏笔也说了。我们刚才还说你用那个提问啊疑问开场，其实就是吸引注意力嘛。还有一种呢就是插叙，像那个加缪的局外人，他这样开：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份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就是几个转折完了是一个插叙，有点惊悚，就让你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到底怎么回事，就往下念。所以小说家那个斯皮兰曾说过，就是小说的第一章啊能帮助你卖掉这本书，当然他也说了小说的最后一章能够帮你卖掉下一本书。小说其实除了开头以外呢，第二个重要的就是结尾，结尾一定要强有力。常言道天津话讲，脚上没鞋穷半截，这个鞋在人的整个衣品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那么文章的结尾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说说它的那个结尾哈，在小说写作方法上也是有套路的。首先那个情节上，小说的结尾无外乎两种，一种呢就是好莱坞式皆大欢喜，狄更斯特别喜欢这样写，他的主人公最终都是苦尽甘来，一家人坐在壁炉前圆满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就好像那个大卫科波菲尔里边的那个大卫跟艾尼斯。还有一种呢，我觉得更引人入胜一点，也比较深刻一点，就是欧洲电影式的结尾，没有结局，有一些个留白，让人意犹未尽，回味无穷。在微型小说中被人屡屡称道的，其实呢是第三种，就是在小说结尾处点题或者总结，或者呢有一些个反转。毛姆呢堪称是二流小说家中的第一名，他自己这么说的哈，他很谦虚说是二流小说家，但是他又是很自信说了他是第一名。他特别会讲故事，他的创作中呢常常是刻意追求人生曲折离奇，完了布下悬念，叙述描写各种山穷水尽的困境以后，他的小说往往是突然一下反转，或者是给人那个柳暗花明的意外结局，让人印象挺深刻的。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一篇叫做《雨》的，这篇小说其实说的是一对传教士夫妇和一个风尘女子在南太平洋岛上的一个小故事。当时他们这条船因为雨呢被搁浅在南太平洋岛上，所以下了船以后呢大家都住到旅店里，
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传教士，他的那个非常虔诚坚定，勇敢又沉着，笃信上帝，完他行为举止呢又是高尚，又是怎么说，非常的虔诚。这个人呢就是在精神上甚至有一点点洁癖，他自己又是非常就是说严苛，对自己严苛，对别人也很严苛，所以他就受不了这个风尘女子，也就是妓女跟他住在同一个那个旅店里，每天开着那个大的那个录音机招揽顾客，他非常痛恨，所以呢他就决心呢要拯救这个妓女。他就使尽了各种手段，逼迫这个妓女呢放弃就是这个淫生，要回美国，开始新的人生。这个妓女呢就是被他各种说服各种逼迫呢，又感到就是沮丧万分，就是几乎就是走投无路了。后来呢他最终这个妓女汤姆森小姐就被这个传教士说服了，说好好好，你来帮助我吧，看我怎么能够改邪归正。所以这个传教士啊就是每一天晚上都跑到这个妓女的房间跟她一起祷告。这个妓女呢就是不断的更新自己，最后在万般无奈几乎绝望的时候，他说了，我可以回那个回美国了。转天早晨，这个传教士被发现倒在了沙滩上。这个小说与 90% 的部分都在写这个传教士怎么怎么虔诚，怎么怎么严格，怎么怎么拯救别人为己任。5%写了他的最后的一个结局，说是他自己突然一下子死了。他没有直接的写为什么死，是他杀还是自杀，只是非常隐晦的说这个传教士实际上是什么呢，虽然心甘情愿为信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但是在费心费力拯救完妓女那个清晨，他突然一下子死了，是自杀。为什么呢？可能我们猜哈，可能他是受不了妓女这个肉体的诱惑，跟他有了那种关系以后，他个人就这传教士个人的信仰突然一间就被崩塌了，他受不了这种折磨，自己就是自杀了，自己狠狠地拿刀子从那个左耳朵一直切到右耳朵。小说呢他没有写完整，只是呢留下一个非常含蓄的结尾，让人特别费思考。他只是说前几天还因为悔过而惶恐失魂落魄的这个妓女汤姆森，在这个传教士自杀的早晨重新浓妆艳抹穿戴一新，汤姆森小姐昂首挺胸，简直没有人能用语言形容她那种轻蔑。她对大家的询问答话中也充满了傲慢和憎恨，她就说，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这些又丑又脏的贱猪，你们全是一路货，一样的臭猪臭猪，就完了。小说到这儿呢就戛然而止，但是读完了以后确实是心里就是难以再以平心里就是很难再平静下来，非常淡定，很难。这里呢他通篇一方面写了这个传教士的虔诚，但是他的虔诚最后也抵御不了他对生活的这种热爱。他这个精神跟肉体的对比啊，就是写的非常含蓄，这个结尾是极其出彩的。结尾出彩呢还有一位我可能不需要多说了，就是欧亨利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最后一片叶子啊，麦琪的礼物啦，
还有那个爱的牺牲了，好像感觉那个欧亨利的小说都是倒着写的，他就是先设想了一个小说的结尾，完了以后呢，把全篇的劲儿都按在这儿，再根据结尾设置开头，设置他所有的伏笔，所有的情节好像都是为了这个结尾，做铺垫，为他安排，为他取舍。在结尾，小说结尾的具体的写作方法上呢，我总结了有那么三点。第一点呢，就跟咱们一般的写作文一样，就是点题，回到文章的标题，尽量呢首尾呼应。第二呢，就是引用富有哲理的金句做结尾。第三呢，就是反问提问，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贡献与主题相关的新话题，让读者的想象力得到延续，也更有意思了。反正总之哈，咱们那个小说的开头结尾，古人有非常精彩的总结。怎么说的，就是叫起句如爆竹，就是第一句就跟放的鞭炮一样，骤响易撤，一炸开就是响彻云霄，你就是非常抓人。结句如撞钟，最后一句就跟撞那个钟啊一样，清音有余，就是他的那个余音袅袅，料凉不绝哈，能够让你回味无穷。说到这个小题上面的那个不用整套首饰，我们回到这时装上说，现在为什么说不要使用整套的首饰？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耳环、项链、戒指都是一整套的，他把全家的那个，他把他所有的首饰都放出来，都挂在身上。现在其实时尚界觉得这样子穿着是很土的。Mary Logoff 呢也是跟我们说，不要过度的装饰自己。这里套过来，我想放在那个写作当中，我们也要遵循这一点，就是尽量的做到简约朴素。其实朴素啊，不是简单直白，而是厚积薄发。知道的多，写的少。你有一万字的资料，写一千字可能会游刃有余，从从容容，你可以取舍，有度。反过来，你有一千字的材料要写一万字的长文，你就被迫重复，弄得声嘶力竭。声嘶力竭后肯定也不会写好写生动了。另外一个呢，我想说的就是我自己更需要认真对待的，就是书写的时候，特别是生手新手，尽量少用大词，尽量少用成语。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对于新手是这样，对于名家来讲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原来看过谁的一个散文啊，我就觉得他就是各种排比，各种堆砌，长篇大论，完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或者你就会被他的用词造句给带偏了，而不注意他的内容了。其实这种就是言之无物，你只感受到他是在过瘾，这个作家是在过瘾。过什么瘾呢？也就是显摆他的文采，显摆他的知识，显摆他的储备呗。其实说回这穿衣，法国女人穿衣呢有一种慵懒和随意，是一种漫不经心的精致。这个跟美国女人不一样，美国女人一般都是追求那种大品牌，追求那种时髦，追求款式布料的变化，还有追求那种视觉上的冲击。法国女人就是很淡，那个法国女人穿衣风格跟那英国女人也不太一样。相比之下，其实英国人更注重场合，更注重气氛，还有仪式感，他们的仪式感是非常强的。法国女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更成熟一点，她自己呢有自己的一套，
你看似随性，但是他的衣着品味是一贯的，而不是说今天这样，明天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套在写作才华上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写作才华，也是应该像他们这样子若隐若现，哈，不是刻意的强求，就是把你的底儿都露出来了。当然了，就是新手往往呢在用词造句方面会用力过度，这就是成熟写手跟新手的不同了。说话反正也不能说太满，我这里也不能说就是您不要精雕细刻，我只是想说明的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一字一句呢要认真的对待，要尽量找适合的词，而不是要找华丽的词。一个文章或者一个小说要找适合的篇幅，而不是多长或者是多短，应该是以这个内容和情绪 来说、作为标准。一整套首饰放在一整套首饰被认为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重点。你浑身都是首饰，浑身都是重点，就相当于没有重点。所以我们写作时也应该牢记这一条，就是学会克制，学会取舍，特别是自己写顺的时候，你那个文如泉涌，挡都挡不住，不要只顾自己写痛快了，忘了读者的耐心。我不知道大家到现在为止对我有没有耐心，可能有点听的都有点木了，是不是太长了？这里呢，就是说写作方法仍然是对话、心理描写、场景描写、情节视角，要写具体、写独特。完了，人物的职业、阶级、相貌都要写，但不是从头写到脚。你也不能就是很笼统的用成语，或者是能覆盖所有人的那种形容词来那个放在这里。你只需要说一个很以点带面，先说一个大概，完了以后在段落中慢慢的补充，用语言啊、面貌啊、动作啊来烘托这个人的性格。其实就是想找一个最简单最恰当的词儿来塑造一个精准固定不移的主人公的面貌体格。说到这个点的第三点小点呢，就是说口红。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法国女人强调口红呢，她们呢就是着装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她们怎么讲，不是特别刻意打扮。她们化妆有一个特点，她不是像美国或者是英国人在出席重要场合时那样把那张脸仔仔细细的打磨一番。法国女的有时候出门就是画一个口红而已，眉眼她都不再描摹了。其实口红呢可以说是化妆里头的画龙点睛之笔。我由此想到，其实咱们写小说啊也是这样子。一个小说如果您的那个标题，您的小说名字起好了，也就相当于您用对了这个口红。就好像那个怎么讲，这口红也有点像，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就是说相声里边的那个包袱，对吧？你那个包袱皮儿就相当于那口红，说说说，最后抖一个包袱。我说到这儿想呢，我今天这个我这个讲座的名字取就是说穿衣打扮由这个法国女人穿衣风格来有效写作。我不知道这个名儿是不是起对了，我自己我不知道用这个口红用的怎么样。我也希望一会儿线下或者是线上分享的时候您能够提提意见，看看这个讲座这个名字是不是取对了，像有一点反馈。其实这次也是挺冒险的哈，我一说时装肯定是会怎么说啊，去掉了一大半的那个
一大半的参与者吧，起码咱们男同胞就会感觉得不感兴趣。但是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觉得我只要抓住了一部分的女作家或者是女性写手也挺好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讲座也好，小说也好，它的那个标题和名字相当于我们化妆时或者是打扮时的口红的作用，提纲挈领，画龙点睛。还是说大冯吧，那个冯骥才《俗世奇人全本》中，他的每一篇的标题都非常出彩，他有写那个泥人张的刷子李、死鸟、蓝眼这些个这些名字都非常非常生动。第一，第二个呢，又能够概括了这个小说主人公的一些个特质，这也算是口红的运用吧。好了，最后一条哈，第七条 ，Knowledge in mind is better than looking well. Smile is the best weapon.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微笑是你最好的武器。愉快的写作，降低压力以获得写作愉快。必要的写作条件，是什么呢？时间和空间的利用，写作工具的配备，纸质还是电脑，有区别吗？最后，您固定了穿衣风格，像学了刚才那些个理念以后，固定了穿衣风格，形成了搭配习惯以后，其实穿衣服穿出个性会显得非常的容易而且愉快。写作呢也是这样子，建立自己的语言风格、语言习惯，写作将会是一件和说话一样平常随意的事情。写作时我们的心情其实很重要的，如何做到快乐写作呢？写作的方法，第一，我觉得哈，得有一个固定的写作氛围。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不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思路常常就会被打断，很难码字儿。第二个呢，是有一个趁手的工具。过去我们是指的好写好用的纸张笔墨，那现在是什么呢？稳定的网络。我个人就有过这样的糟心的故事，我家的网络啊，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太给力，敲一个字儿半天也传不上去。等到写完了一句话，那 灵感早都跑没了。或者呢，是写着写着 iPad 没电了，这整个这一篇就作废，没忘了存了。还有的呢，好不容易写完了，哎，准备拷贝了，随手自己出错，粗心按了一个删除，全屏的字儿刷的一下子整个都没了。哎呀，给我气的当时就是四个字，欲哭无泪。第三条呢，我觉得愉快写作还需要有整段的时间。其实每个人对写作时间要求是不一致的，我就知道一般的作家好像都喜欢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工作，是吧？但也有的作家呢，因为他的那个条件受到限制，所以他那个晚上必须得保证一定的睡眠，那他呢就很自律，就是白天工作。像严歌苓，他一般每天都保证写一定数字的文章，完了以后下午跑步，晚上呢再看一看新闻啊，吸收一点新的内容。我知道那个评论家徐子东，他是喜欢早晨起来醒了以后先不起床，在床上赖着几个小时，完了以后打个腹稿，哎，爬起来一喝而成，他就享受这种流畅的创作快感。说到这，我想补充第二条吧，趁手的工具其实好像还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笔记本。我的本子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心头好，就好像这本还有都是我觉得他们都挺漂亮的，都颜值挺高的，但是呢也不是说特别华美，
其实这个只要是印皮儿纸张好，你写出来自己的感觉好就行了。作为你要说特别华美吧，我这儿有一个，这个大家看见吧，这是我儿子给我的，也不算是礼品，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古奇迷，也不知道他哪淘换来的，买了差不多十几个吧古奇的本子送给我了，他说妈妈你喜欢写作给你吧当笔记本用，结果您猜怎么着，一年了我都没打开这个，都没有打开。大家都知道这个名牌啊，这个 logo 一撕掉就等于废品，或也不能说废品，就等于跟普通东西一样的了。所以这个 logo 一没，它就是跟一般的那个本没什么区别。所以用呢，我觉得就用一个中档的本就比较好，硬皮儿往里边呢那个纸张好一点，这样子的话你写的时候你好像就觉得要对得起这个本子，字斟酌句，那写出来的文章我觉得相对也比较美吧。就好像这个 Marin Legault 说的，你的衣服要有一个 wow 的感觉。所以我想咱们选择这些个平常用的笔啊电脑啊，你不能做到 wow， 但是呢你起码得有一个 good call。 什么叫 good call？ 就 good call， 一想到这个本儿，哎，就心里挺高兴的，那你肯定就是写起来挺开心。我相信良好的写作体验能促使你呢更加喜欢坐下来，把你的思想慢慢的变成书面语言，用它呢解释周围的世界，传递你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也呢通过这个通过这个本子这些字来记录或者储存你所有的思绪。我现在祝在座的每个人都写作愉快。在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惨痛的教训，就是文稿没存上，写了一万多字，哗一下子整个都没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故？或者你有没有另外的反方向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写的这个写的非常顺啊，怎么写怎么有啊，就是有如神助。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在接下来的提问或者是讨论里能够说一说，我听听是不是我总结的这几条在您那儿都有能够得到同样的理解，或者说也有同样的经历。好了，就到这儿吧，谢谢。谢谢汤君，好，讲得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把他的这个讲义的提纲哈，再我给大家再回放一遍哈，你看。中英结合哈，第一条先是英文的OK， 然后是中文的阐释哈，基本上是这样。大家可能留意到了，我刚开始是他发给我的电邮，后来我发现那个电邮呢，这个我留意到这个内容好像有点串行了哈，所以我只好又给他下载，我又 copy and paste 到我的这个文档上面来，我把它调了一下。所以呢前面的尤其是前面哈，就是大家可以再回看一下它的这个要点哈。第一个就是讲你的这个什么哈，然后第二个又讲怎样你看它全部都是它那个条文的哈，就一条条的跟穿衣原则有关的，它是用英文总结的哈。然后呢这个后面的内容呢就是中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呈现方式。另外呢就是我在大家七嘴八舌之前哈，我把我听的他的这个讲座的这个应该说是感想吧哈，然后呢也简单的给大家罗列一下。我感觉就是首先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准备。我简单小结一下哈，大家有不同意的地方或者有补充的地方等一下再补充好吧。我觉得从他的选题来看呢，他的这个角度是非常的新颖独特的哈，然后他的思考也很深入，虽然看似跟这个穿衣打扮有关，实际上他是很用心的，他是用这种角度来把这个
看上去是外表的东西，着装打扮的东西，然后其实是跟写作这个内在的东西啊结合，找到它的相似点啊进行结合分析。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考还是很深入的，这是第一个感想哈。第二个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听到他举了很多例子哈，这个中国的这个外国的哈，这个古代的哈，现代的非常多啊，所以说他的举例涉及面是很广的，而且呢他的兼顾中西哈，古今哈都兼顾在里面，所以他的涉猎面比较宽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第三个印象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准备非常的充分虽然只有七点，而且呢是中英结合的七点，但是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他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呢他其实是讲的非常的充分，就好像我们备课一样的哈，老师教书备课对不对备课的嘛，那个讲课的提纲就那么一点点，但是老师可以怎么样从中间发挥延伸扩展，所以他其实发挥延伸扩展的非常的多哈，很丰富内容应该说他会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哈，这是我的第三个印象，这是他的准备非常充分哈，心血花费的比较多。那第四个印象就是他的阅读面很宽分析呢也很到位，你看他刚才讲了他举例子涉及到古今中外对吧中西结合然后各个名家他涉及面都很广，说明他爱阅读他读了很多东西读了很多书毕竟是英文系毕业的对吧英文系毕业就是涉及到跟文学有关，其实等于是文学专业的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所以应该还是阅读写作应该也是他的本行，不能够算完全不务正业应该是属于本行本行。那接下来的就是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听到他给我们的提问他一边讲一边问我们就给我们的提问其实他这个提问呢就是既是他的关注点，也其实是在引发我们去思考所以呢这是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留下来的这个第五个印象第六个印象，有没有发现他结合他自己的写作经验他自己个人的体验结合他自己，然后呢进行总结和点评应该开头应该这么写结尾应该这么写我们是微型小说微型小说应该怎么样那其实他是结合自身的写作的这个经验或者体验来进行这个总结和点评他给我留下这个印象，我就是觉得这个他在文学这一块在写作这一块真不是外行真不是外行，挺懂行的是一个属于内行属于内行。好了，我就不喧宾夺主了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尽可能跟我们的这位美丽的这个主讲人这个应该说是知识面宽，然后呢这个思考也深入，分析也很到位的这个主持人这个主讲人去跟他互动。好了。谢谢立秋啊，你什么事儿就怕总结，你这个我总结完了以后你再在我这上面的总结真是提纲挈领啊。希望我能够再学一遍，就是把你这个精髓能够消化掉，我估计也就不费我今天说的这些个做的这些功课哈。谢谢大家。你谦虚了哈你其实很努力，然后呢准备很充分自己的基础也很好。我是比较喜欢看，确实是，尤其是上中学的时候，我那阵在中学也不太那个怎么说，也是比较幼稚吧，也是比较任性，就是看小说看的，最后高考都怎么说，在我们班考的不算是最好了，所以我上的大学其实挺对不起我的母校的。我们那个中学很厉害，是天津外语学校，所以我们班差不多100%的升学率，这不说吧，我们班大一半的人都是北大了，那个外交学院了，还有北外了，我都没有上，所以我觉得也挺惭愧的吧。但是他给我一个
一个结果就是，当年读的那些个小说，可能对于现在来讲，就会能够显现它的作用。另外呢，读书也是个人修养或者说个人情趣的一个方面吧。你虽然不会写，但是会欣赏，我觉得也是对于中年或者是晚年的生活有所帮助的。嗯，也。我在留言板里面看到了一条留言哈，有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叫 Neil 的这个听众写的留言哈，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他讲感谢汤群的分享哈，强调服饰的美感和写作的美感，我想问法国人对现代服饰服饰最有影响力的给观者会 wow 的Bikini 哈，跟美感写作怎么结合哈？然后呢，后面还有哈，另外个人比较喜欢冯唐类的作品，读来有意思。我在琢磨像王朔啊、莫言之类的作家，端不上台面、不美的作家，您怎么看？哈，等于他问了两个问题，哈，是同一个叫 Neil 的这个听众。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说你这个写作的美感。这个美感呢，就是咱们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美文，其实在我看来呢，它就分两种，一个是立意美，就是写花花草草，还有一个呢就是用词美。这个内容立意，我想是也跟这个作家本人的那个特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那个30年代那些个民国时的作家写的，我觉得就比现在的要美。当然了，他的那个层次深刻度可能不如某些作家，就是拿那个梁实秋和鲁迅来比较吧，他们当时也是有一些个争论打比仗。鲁迅呢，他那个文章不能说不美，只不过他这个特色就被他的深刻所掩盖了。但是梁实秋呢，他因为个人的那个生活内容，他就是喜欢那个调调，写的比较有情调，写的都是生活上的那衣食住行啊，他就写的更美一点。或者我们这样比较，就是周氏兄弟，像那个鲁迅跟他的弟弟吧，两个人，像鲁迅就是比较深刻比较大气，像那个他弟弟相对来讲就写的比较美，写的比较精致，尤其他的那个小品我想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这个服饰跟美感结合，就是还是我说的，就是说这个人文如其人，你这个人的整个的那个生活状态美，那你写的那个美的东西，或者说你那个词语也比较容易倾向于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吧。我觉得到了澳洲以后，我可能生活就更加平静了，而且呢，现在不工作了，心态可能就比较安稳，所以写那个写的东西，我那些个闺蜜都说你就喜欢美美的那样子。我就说主要是我现在心里没有太多的杂事儿吧。那要是我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我可能写的东西就跟现在会不太一样，我就会比较尖锐一点，或者说有更多的更多别的内容在里头，而不是说像现在我就比较爱写花花草草啊，写点儿那个风花雪月啊，今天天气啊，写写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进步呢，还是一种退步，反正这人是处于一个什么生活状态，就会写成什么样子吧。冯唐的作品我看的不是特别多，他比较辛辣。我看那个王朔比较多，我特别喜欢王朔，其实我觉得他有一股那个北京爷们儿的那个痞劲儿，而且特别有意思，而且不装。这个我们在北京待过的人都是都知道，他这一类人，他就是口特别碎，但是他的心肠特别好。
这也不能说是上不了台面吧，只不过就是它的一个特色而已。就刚才那个立秋总结的，你只要是把它拔高了，它就可以上得了台面。其实王朔也不能说他不够深刻不够美，他只是他的那一个角度。莫言的东西我看的不是特别多，你说他不美也不应该，其实他是他那种那个带有泥土气息的美，尤其是对于咱们城市人来讲，他对这个怎么说，他反而对城市人有一种吸引力吧，所以所谓的那种质朴，所谓的那种原始，那种张力会在他的作品中显现的很明显。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有你自己呢，你觉得呢？你可以把声音打开，你有，如果你在的话哈，你声音打开，你可以跟他啊、直接对话啊、他有留言，他说很好。Yeah, OK, 看看还有其他的参加我们这个讲座的文友有问题的话这个也可以像 Neil 这样的把这个留言的方式，或者是直接打开你的话筒哈，跟我们的主讲人对话。对，今天我自己那个也说了说，就是想问一问大家，我希望能够听完这个讲座，大家可以起码想一想自己适合写什么样的文体，自己那个要怎么培养一下自己的这种特点吧。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好做的事儿，但是往往我们会忽略，就是说认识自己，分析自己。像我其实写小说就是有一个弱点，我其实这个人逻辑能力不太强。刚才那个立秋说了，我这个唠唠唠唠说了很多，其实这个逻辑性不太强，条理呢看似比较清晰，其实还是有点乱，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自己把这几个条一二三四列出来，省得自己把自己给说偏了说跑了，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想问问大家，您觉得怎么说啊，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式，适合不适合？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文章，但是呢自己写不了，自己是另外一方面的写手，有没有这样子的？我想说一下啊，我想说一下。我觉得汤群今天晚上讲的真是很好啊。正如会长所说的，做了很多功课，也说的写作的方方面面全部都到位了啊，全部都写了，从头到尾，从内到外。就是怎么说呢，就内容很丰富啊，很感谢汤群的付出。至于我这里有个观点，就是说我总觉得呢，就写东西呢，第一最主要当然是阅读啊，汤群是阅读了很多，而且记性很好，我也看了不少，但是我记性好像近年有些衰退了啊，好像很多都记不住了啊，这以后要好好记住啊。但是现在记住的方法只能是做笔记了哈，非常感谢汤群的讲座，谢谢哈，谢谢啊，这是我的观点哈 ，OK。好的，看看其他文友有没有问题要跟我们的这个主讲人汤群互动的。哎，对，问一下大家，就是我刚才那个提到有一个词儿凡尔赛，凡尔赛，咱们可以现场做一个小游戏，就是第一，知道不知道这凡尔赛什么意思呢？哦，凡尔赛是法国，在法国巴黎以南的凡尔赛城的一个法国国王的狩猎的宫殿，它是个 palace 啊，它里面有700多间的大厅和房间，最著名的是那个镜厅，就是那个镜廊。
啊，这是我对凡尔赛的啊凡尔赛宫的这种了解哈、啊。这凡尔赛宫呢啊，它那个静厅哦，打开窗户，外面的景色就会啊映入这个厅中啊，你会觉得人在画中那种非常美妙的感觉啊，那是美轮美奂啊，这是我对凡尔赛宫的一点了解。对，你这个是正常的演绎凡尔赛宫殿，咱们现在呢？是网络演绎这个凡尔赛文学，他反其反其意而用之，反其对咱们那个自己贬低自己小游戏，他其实在悬浮，但是他又在这个贬低自己啊。现在的凡尔赛是这样啊，就是有点啊，这个悬浮，表面去悬浮好像不好意思了啊，就尽量贬低自己。其实呢，他骨子里就是想悬浮旋绕自己啊，我理解是这样。哎，对。这个网络真是很厉害，他那个现在很多女生都是生活在朋友圈里，喜欢晒，以前的各种晒都简单粗暴了，现在呢晒呢得要晒的高级，所以他们就是想出来了这么一种形式，就是先抑后扬，就是明明在炫耀，但是呢他自问自答，先假装抱怨几句，但是呢他想炫耀的都在他抱怨的那个细节里头，这个特别有意思。嗯，当然咱们那个好朋友之间呢也会经常出现这种，像我的有几个闺蜜，她们就是读书很多了，但是呢她们有时候也会互相怼，完了那天就说，哎呀你看我累的，我这两天什么都干不了，净读书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凡尔赛，他就是说一开始抱怨，实际上呢是在说他那个时间都是放在很高雅的读书上面了。嗯，当然这是宝一了，我就觉得闺蜜之间互相怼一怼，用一用这些个年轻人用的词儿都是可以的，也比较活泼生动。嗯，现在的网络词真是很快啊，这个怎么讲，就是 一阵风一样刮走。嗯，也、yeah, 我看到这个没有又留了一条言哈，又一条留言留下、他说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让我看到别人怎么考虑开始写作，风格形成，选题等等。这是他的另外一条这个反馈性的留言哈。那其他的文友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或者像我们没有这样的来留言也是可以，好吧，互动。还有文友要分享自己的看法吗？yeah, 没有的话呢，我们这个要不就先我把这个文件分享哈，先把它关掉，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屏幕哈，来合照一下，看看怎么样哈。我们来好，请大家把你们的这个视频打开哈，可以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美颜呐 帅脸呐、好吗？打开你们的这个耶、好，我看到张老师了，来耶、西春，好的，市民打开你的这个好，还有是小峰是吗 ？Leo， 我们要看到你的帅脸。还有南希大姐，马凤春老师，还有我们的 Lily 哈 ，Steven 哈，郭燕老师，还有我们李会长哈，李会长。OK， 好，我们现在上面一半都开了，下面一半还没开，下面一半的请开一下，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美颜还有帅脸。好，我要拍大合照了哈。OK，Ready。Go， 好，再来一遍哈。哎，我们你看，我们的 Steven 出现了，吕会长也出现了，也很好。哇，郭燕哈，郭燕，我们郭老师小峰，你有打开吗？你的视频把那个摄像头打开。还有 Neo，
我们要拍一张大合照哈。还有几个没开，还有南希大姐，好，郭燕，不对，不是郭燕，是郭小峰，哈，小峰打开，好，也，哎，看到小峰了哈，小峰，好，可以哈，你现在就对着那个摄像头啊，你不要再关了哈，好，拍好了，只有几个人没开，其他都开了啊，有两个人没开哈，好的，都拍好了。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哈，也感谢汤群精心的准备，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他是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的哈，不然的话不可能讲的这么深入啊，举这么多的例子哈，而且呢很具体啊，分析的非常的具体，应该说感谢他哈，花了很多的心血，看看还有没有要跟我们汤群互动的文友。有吗？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快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哈，这个活动也占了大家不少时间哈，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花时间来参加今天的这次讲座，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今天的活动汤群要不就到这里，行，谢谢大家了哈。好，感谢大家哈，也感谢汤群哈，辛苦了哈。也、yeah, 非常感谢哈，非常 yeah, 好，谢谢啊，谢谢哈，也、yeah, 嗯，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唐群，嗯，谢谢丽丽，谢谢丽丽，谢谢慧楠，好，嗯，谢谢丽丽，哎，好，谢谢，嗯，好，大家晚安哈，祝大家晚安 ，OK， 晚安，也、yeah, 好，谢谢，再见，周末愉快哈，大家周末愉快。